另一份工作呢是事务贸易相关的工作，工作地点呢是在埼玉，工资给你呢是20万到35万，日语要求是日常会话，如果感兴趣的话详细来公司这边了解。这边的说明会呢是上午12点，面试是下午15点，到时候会有详细的会社信息，当天可以预约面试。